SM 旧将 GYG 也有新动作。距离2014年9月19日仁川亚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一年时间，由他们演唱的赛会宣传曲 Only One 终于和大家见面，包括仁川机场、仁川文鹤竞技场、仁川大桥等地标性建筑成为 MV 主要拍摄地。 GYG 也将在10月24日越南河内演唱会上带来这首新歌的现场首演。